今天拍摄冷，然后还有就是今天拍摄是保龄球，我打了保龄球，然后打到我现在右手全都是酸的，就打了好久保龄球，还没有到，应该还没到吧？我觉得那个张什么什么凡的应该会送吧，什么王什么景的应该也会送吧。到不知道，最想要的是礼物啊！哎呀，心意到就行了，其实啥都可以。我看到好多粉丝都来回我什么，那成队友的话，对，去年我们还一起过了，今年没想到，哎，我被人鸽子了，我被人鸽，张一凡说要来看我，被他鸽。进行一个埋伏，吃了好多海鲜，然后其他的话没有，就在自己煮东西吃。我希望今年，哎呀，就每年都一样，就希望家人朋友们身体健康，还有我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步步高升，越来越好。写过无数祝福的文字，但我还是想当面说给您听。您就是我每天必须比心的存在，生活中有一抹动人的色彩，我想那一定是你。日出日落，星月闪耀，世间的迷人风景我都想和你一起看。快乐有时很简单，比如我们共同向班的每一天。乐观积极的你永远是治愈我的良药。祝你生日快乐。好吵一个团，太吵了。这里还有一个相纸，明天就用。对，收到了第一份礼物。耶，第一份，第一份礼物。亲爱的，你们什么时候准备呢？这真的是我拿到的第一份礼物。你们刚才问我今年收到礼物没有，我说还没到我生日呢，咋收礼物？然后就说了。加油！他真的会开心，加油！他会哭。快乐！啊，落地才来。
了，许个愿吧。还怪好看的嘞。你刚刚看到秋阳给你的生日祝福，然后你有没有发现里面藏到了小心心？嗯，谢谢我的朋友们。哎呀，今年不能跟你们一起过，但是呢，一会儿十二点到了，有人说要给我视频，我要看多少人会给我定点发生日快乐。嗯，我现在就等。插播一则小彩蛋，是直播间外的故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樱桃少女303。我是樱桃少女303的刘仙林，旁边不认识。樱桃少女303的张一凡不认识，怎么能不认识呀？白头发。干嘛？站起来！我求你了，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能不能点个蜡烛？蜡烛都没点。等一下，哎，啥？没有火。啊，那就这样吹吧。好。然后你一会儿吹的时候，你就吹的时候我这样。对。好。怎么自己 Q 的？自己许愿，许愿这样，手不是没有手了，没有手了。那你手借我一下。好，你许吧。真没有，我以为他会割我呢，他本来就说不来，然后直到最后一秒还说啊、哦，哎呀，一会儿就零点给你打视频什么什么的什么的，然后哎，我看零点，哎，没有给我打，然后还故意在群里说什么啊，他说啊，我迟到了8分钟什么的，生日快乐，宝贝。然后我一进房间，我就看到他了，嗯。